宝宝你看。哇，好漂亮的宝石哦，亮晶晶的，谢谢妈咪。这是天上的月光宝石哦。宝宝你知道吗？只有最善良的天使，他才能够看到美丽的月光宝石哦。就能看到那月光宝石。
个宝石真的好漂亮哦，它的光柔柔的，亮亮的。我想要有一颗最善良的心，我希望我的心永远都像宝石一样明亮。